并粉丝要求我们来讲一下维生素 D，这个话题呢需要讲的实在是太多了。我们今天先介绍一下维生素 D 以及缺乏呢会有哪些症状。维生素 D 呢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，只有溶于脂肪呢才能够被吸收，和其他几种维生素不一样，它是人体能够自己产生的。维生素 D 呢还是重要的类固醇激素，在人体内呢起到一个信使的作用，它通过这个循环系统呢去告诉这个组织器官，你应该去干什么，去调节什么，怎么调节。我们都知道呢，维生素 D 和钙和骨头有关系，但其实维生素 D 呢，对整个身体都有影响，缺乏呢，会引起非常多的健康问题。目前中国呢，有超过60%的成年人，全球呢，有超过10亿人都缺乏维生素 D。为什么这么多人缺乏？这个呢，和维生素 D 的来源呢，非常有关系。我们的皮肤里呢，有一种胆固醇类的物质呢，叫做七脱氢胆固醇，它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呢，会转化成维生素 D3。人体内90%的维生素 D 呢，都是这么转化来的，所以维生素 D 呢又被称为是阳光维生素。剩余的10%呢，需要从三文鱼、香菇这样维生素 D 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中获得。但是现在大部分人呢都很怕晒太阳，怕被晒黑，怕皮肤光老化，防晒都做得很好，所以通过晒太阳来获得维生素 D 呢，对大部分人来说呢不太可行。另外呢，含大量维生素 D 的食物呢非常少。我们很难从食物中获得足量的维生素 D，所以维生素 D 呢就很容易缺乏。去验血测维生素 D 水平呢，是最准确的知道你是否缺乏维生素 D 的方式。但是呢，还是会有一些明显的症状，说明你可能呢是缺乏维生素 D 了。第一个，满头大汗，温度高出汗呢是正常的生理现象，但温度没有很高，你却满头湿汗，身体的其他部位呢却没有出汗，那说明呢你非常有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D 了。这往往呢是缺乏维生素 D 的第一个症状。第二个，骨头疼、骨质疏松和佝偻病。骨头的主要成分呢是钙，钙只有在维生素 D 的帮助下呢才能够被人体所吸收，所以维生素 D 呢能够促进骨形成和骨骼矿化。维生素 D 的缺乏呢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，会出现骨头疼的现象，严重缺乏呢会导致骨骼软化，就是软骨病或者是佝偻病，还有骨质疏松。孕妇如果缺乏维生素 D 呢，可能自身呢就会出现骨质软化的问题，而生下来的宝宝呢，在婴幼儿期以及儿童期呢，也非常容易得佝偻病，所以孕妇呢需要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D。第三个，肌肉疼痛无力、痉挛，维生素 D 呢能够作用于肌纤维，帮助缓解肌肉疲劳，增加肌肉力量。如果你有肌肉疼痛的问题，而且这个疼痛呢不是因为过度劳累造成的，那很有可能呢是由于维生素 D 的不足。维生素 D 呢还能通过调节钙磷代谢来影响肌肉功能，缺乏维生素 D 呢还会导致继发性的缺钙和缺磷，缺磷呢会造成肌肉无力，缺钙呢会有肌肉酸痛、痉挛的症状。第四个，疲劳乏力、耐力下降，因为维生素 D 的水平呢会影响线粒体的活性，而线粒体呢是人体的发电站，为所有的细胞呢提供能量，缺乏维生素 D 呢，线粒体就产生不了足够的能量，人呢就会觉得疲劳无力。对一些爱运动的人来说呢，你原来可以一口气跑个10公里，但现在呢跑个2公里、3公里呢你就开始气喘吁吁的了，体力耐力呢明显变差。如果你明显感到疲劳、体力不支，但又搞不清楚原因，那最大的可能性呢就是维生素的水平过低了。第五个，失眠，维生素 D 呢和褪黑素的分泌呢是密切相关的，褪黑素和皮质醇呢是一对激素，共同负责调节昼夜节律，白天皮质醇水平高，褪黑素的水平低，人呢就比较清醒，因为你需要工作嘛，而晚上呢刚好相反，皮质醇水平降低，褪黑素水平升高，向大脑发出一个信号说天黑了，你该去睡觉了。维生素 D 不足呢，褪黑素呢就没有办法升高，皮质醇呢也降不下来，大脑呢还是像和白天一样兴奋，就导致失眠。第六个，情绪低落、抑郁，维生素 D 呢和大脑中多巴胺血清素的合成呢有关系，多巴胺血清素呢是让人感到快乐的物质，如果大脑中没有足够的这些化学物质，你就会觉得情绪低落甚至抑郁。第七个，脱发，维生素 D 呢有维护毛囊正常生长的作用，毛囊健康头发就生长得好，缺乏维生素 D 呢毛囊就不健康，就容易脱发，这一点呢在女性身上更明显，因为有研究发现维生素 D 的水平越低呢，女性脱发呢就越严重。第八个，耳源性的眩晕，就是耳石症。
耳石症呢是一种耳源性的眩晕疾病，特点呢是头运动到某一个特定位置的时候呢，会出现短暂的眩晕，比如低头、抬头、弯腰、躺下、坐起，以及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左右翻身，都可能诱发头晕。但是直立类的活动呢，却不怎么受影响。耳石位于内耳，但是当它由于一些疾病发生脱落位移的时候呢，可能会突然出现恶心头晕。耳石的主要成分呢是碳酸钙，钙的吸收呢需要维生素 D， 缺乏维生素 D， 钙吸收不足，耳石颗粒呢就不够密实，就非常容易碎，容易脱落，导致耳石症。补充维生素 D 呢可以预防和治疗耳石症。第九个，伤口愈合缓慢。维生素 D 呢对皮肤的修复起重要的作用，缺少呢会导致伤口的愈合速度缓慢。如果你受伤了，而且伤口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愈合，那体内维生素 D 不足呢可能是主要原因。第十个，反复感染。维生素 D 呢在抗感染、抑制炎症反应方面呢有重要作用，所以对免疫系统呢有直接影响，缺乏呢会大大削弱免疫系统的功能，人就容易反复感染。有研究发现，住院患者特别是危重病的患者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D。 第十一个，肥胖。维生素 D 呢能够抑制脂肪形成，预防肥胖，人体内天然的减肥药瘦素的合成也必须依靠维生素 D。 瘦素呢是人体内控制食欲食量的激素，缺乏瘦素呢人就会产生不可控的饥饿感，就会大量进食导致肥胖。有研究发现，肥胖的人呢需要比正常体重的人多三倍的维生素 D 呢才能够维持一个健康水平。第十二个，糖尿病。维生素 D 呢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，缺乏呢会引起胰岛素的分泌减少，如果长期缺乏呢就会导致二型糖尿病。有研究发现呢，有 70% 左右的糖尿病患者呢都缺乏维生素 D。 第十三个，高血压和心脏病。我们体内呢有一个系统叫做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，负责调节血压水电解质的平衡，维生素 D 呢是这个系统的副抑制剂。如果你缺乏维生素 D 呢，这个系统就会被不适当的激活，血压呢就会不受控的升高，长期高血压呢就会导致中风和心脏病。一些大型研究也显示，维生素 D 水平过低呢会让中风、心脏病、其他心脏病并发症的风险呢增加一倍。第十四个，认知障碍。维生素 D 呢能够促进神经营养因子的产生，减少细胞的氧化损伤，对神经系统呢起到保护的作用。维生素 D 缺乏呢和痴呆、帕金森症、阿尔兹海默症等一系列的认知障碍相关。有研究发现，严重缺乏维生素 D 的成年人，其认知功能受损的可能性呢是维生素 D 水平正常的人的四倍。以上呢就是维生素 D 缺乏的一些典型症状，你们可以对照着做个自我检查，看缺不缺。OK， 这期节目就这样，我们下期见。